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印顺导师的《中观论选诵讲记》，那么第169页啊，倒数第三行啊，进入另外一个记诵。那么因为我们在第三这个部分呢，都是在气实相，有没有？气和实相啊，气和实相。那这个实相就是我们不习惯的，因为我们很习惯什么颠倒相。在我们的生活周遭其实充满了颠倒相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是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受者相。这个有相是什么？有差别相，能理解吗？而《金刚经》是不是一直教我们说要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啊？为什么无差别相？圣者看到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是怎样？是平等平等之相，而我们看到的是怎样？差别差别之相，所以叫做颠倒相，这样理解吗？哎，所以我们会不习惯实相，但是我们也必须学习，对不对？我们才能够心向往之啊，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才能够知道说，如果我们慢慢的放下了凡夫的特性，啊，我们的凡夫特性是怎样造成的呢？自信妄执造成的。自信妄执越严重，表示我们的果位越低；自信妄执越不严重，表示哎是在慢慢的提升当中。这样理解吗？能够来到了圣者的境界，是什么样子的现象？那是不是就是实相的现前呢？所以一定要透过观无我、离系论，是不是才能够弃实相？这个都还只是第一大奥僧祇劫啊！我们是不是要不要先把第一大奥僧祇劫能够做的啊，能够很踏实、很扎实的来信啊，等于解行并重，才有机会的啊，也才有机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在三大奥僧祇劫的这个修行里头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是处在第一大奥僧祇劫里头啊？这个就是实相啊，我们要能够弃，那是不是就是要透过什么？这个要离系论。不是这个时候才离，其实在过程中是不是就是一直在离啊？如何的离呢？其实就是无我，就是要观无我嘛。所谓的观无我，是不是般若道上也是在观无我啊？观性空嘛，啊，那这都是一致的菩提心。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越是无我表示果位越高，越是有我是不是就一直往下掉啊？啊，其实就是一直往下掉嘛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说，哎，这里的实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，那就真的要透过什么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能不能现前啊？实相般若能不能现前，那就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，只能怎样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但是要耕耘的对啊，啊，方向必须要正确啊。好，所以第169页倒数第三行的本文哈，诸法实相者，心行言语断，无生亦无灭，即灭如涅槃。啊，达于诸法实相者的那个时候是怎样？心行言语断了，啊，已经也不起心动念，也不就说，哎，也不是语言能够怎样，能够论断的。啊，这些呢都停息下来。为什么能够停息下来？是不是就是用定，啊，用修定的方式去把第七意识的什么那种具生我执能够扶住，解决，先解决我们的分别我执法执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扶住它的，
所以心行言语断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所证得的就是无生亦无灭，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啊，不生不灭的境界。所以我们那个心经不就讲说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有没有三对的不二？而这里也就是不生不灭境界的现前，那是不是也同时也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境界的现前啊？也就是说本来相对的两种现象当中是不是融然一体，而且怎样平等平等相的现前，表示怎样生灭的平等呢？而我们过程中是不是一直生灭不平等啊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不是都生灭不平等？大家都爱生不爱灭啊，是不是？大部分呢、啊，当然也难免有特殊状况啊。比方，我也希望我业障灭啊，业障不要生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时候当然要看角度了哈。但是我们习惯上大概都会想要生而不喜欢灭，哎，那。所以我们说这里生灭如何平等，是不是就是要从不平等当中来达于平等啊？这是我们在世间用相来思考的时候啊，用相来思考它就有局限性，而且是对立的现象。所以呢佛陀就教我们要怎样身观因缘法的什么平等心啊，要去打破生灭的界限。好，为什么生？因为这个力量强。为什么灭？因为这个力量强吗？其实生灭是不是融然一体的？生灭不是两件事情，其实它是融然一体的事情，是生灭平等平等相的现前。这里所以叫做无生亦无灭，它所呈现出来就是生灭的平等相，也因为平等才会啊，这个才证得涅槃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不是也叫做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啊？啊，我们刚才从现象上来讲的话是什么？初分别，在现象上对立的两个现象是不是很粗浅的、啊、其实只是看到表象而已，叫做初分别。而我们能不能提升上去，是不是就是要细分别、啊、初分别是在果相上的分别，而细分别是不是在法性上的、啊、法性空慧吗？到这里叫做根本无分别。根本无分别才是真正的平等啊，只要有点分别就不平等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要从粗到细才可能来到这儿，就像铁杵磨成绣花针，绣花针再磨下去连针都没了，是不是？就是如同细粉一样啊。所以呢我们说那个细分别就变得很重要，细分别在因缘法上面其实也等于是在因缘啊。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没有透过因缘法是不可能往上提升的了，这是一个必然的 必要的条件呢，一定是透过因缘法才往上提升，因为透过因缘法里头它充满了平等性嘛，我们才可能往上提升。因为放下自性妄执才能呈现平等，呈现平等是不是才能够上得去啊？要能够放得下才上得去，放不下就上不去很自然的啊、哦。越是自性妄执深厚的是不是就越往下掉啊？越往下堕落哦，就会越往下堕落嘛。所以所谓的涅槃即净啊，涅槃即净是因为平等才即净，而我们因为不平等所以我们不即净，对不对？
看到很多差别相就起心动念啊，就会情绪化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能够慢慢啊学着深观因缘法，才能够摆平得了我们的心，而不是用现象来摆平现象，那是摆平不了的，压了葫芦起了瓢。哎啊，比方两个人吵架啊，这个甲来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啊，我们只能针对甲的问题，不能说乙不对啊。来的人本身都有不对的成分，对不对啊？其实要针对不对的这个因缘来说，而不是去加强哦，很赞成你说他不对，哇，那个结果事情越弄越大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要去平息现象的争执，唯有从因缘法，其实也唯有从因缘法来下手啊，就是诶，检讨嘛，检讨可能在这个之前之间有什么不对的一些想法或是做法，那这些透过检讨是不是也比较能够消弭我们的那个不平的心呢？啊，这方面呢也能够未来啊，万一诶这些事情再发生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才有改善的机会啊？知道错在哪里啊，就有改善的机会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解释哈，导师的解释啊是很不好读的，所以我们也只能逐哈这个逐字逐字的来读了哈，因为导师真的讲得很深，不过也才能够体会得更深一点哈。好，那么实相亦无我相可得，有没有啊？其实呢，所谓的实相，我们前面就讲嘛，所谓实相是什么？无我无非我，有没有啊？它必然是不落二边的才叫做实相，它是平等平等相，因为它是平等平等，平等平等是不是也都是在二边当中呢？那么本来是会是对立的，而去消除了对立啊，让它融然一体，看到因缘法它其实是平等平等的啊。所以呢，所谓的实相呢，它并不能只有落在无我相上头啊，不能去执着无我啊。若见无我相，则无我相亦非什么实相，因为落到一边去就不对了啊，就不对了，就等于是有所执着啊，一旦有执着，那个实相就出不来啊。所以我们说要达于实相，那是不断的去脱落掉我们的执着呢，是不是啊？在自信妄执的那个成分要慢慢慢慢慢慢的去降低，当然不是到完全没有，但是起码透过慧其实有提升的这一份力道，但是还是要透过定，有没有，它才可能验证得了。好，那么所以这里讲说，然则实相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呢啊？那诸法实相其实是三圣圣者所证的境界，声闻缘觉跟菩萨，对不对啊？在那个成佛之道来说的话呢，要通过啊，要达于声闻缘觉菩萨，这个都是一个必经之路。这个部分，这条线，这个是人圣天圣的一个顶啊，那个最高点了，世间法里头的嘛。一旦过了这个，是不是就是有释出的能力了？三圣共证，三圣共证哦，啊，是必然，这个一定要达于什么实相，大圣小圣是不是都要啊的圣者都必须要经过这个境界的，而
在证此境界的时候呢，心行还有言语皆断了。啊，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此非什么言说的境界，也非思想所及的。啊，言语道断之外，连思想都得要平息下来，所以他必须有定，他一定要透过定暂时不起。哦，凡有思想，那么也在语言上打转，虽然没说出来，但是我们的那个心理是不是还在作用啊？叫做心行啊。哦，心行语言，言语都得道断啊，哦，都得断的啊，哦，那个才是真正的去体悟到实相。哦，所以体悟实相者呢，心行语言都不现前，所以这个名为不可思议境界，这个就真的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所能想象得到的。哦，就是究竟是什么呢？什么样子的境界呢？到了就知道。但是过程我们一定在过程当中，我们一定要走对路了。啊，路线一定要对，是不是就有机会到啊？就像爬山嘛，哎，到半山腰到底是什么样景色，是不是到了就知道啊？在上面的人不断跟我们讲也没有哈，只能让我们在下面想象，但是我们没到那里，是不是还是看不到啊？其实还是看不到，一旦到了，但是路一定要走对，我们是不是才上得去啊？啊，所以那个叫做不可思议境界。如果是可思议，何谓可思议？就是我们的心行言语是不断的，就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心行语言都没断啊？哎，我们虽然所想象的都还是一种可思议的境界而已啊。所以呢，这种实相殊难理解啊，啊，太非常困难的，是因为我们无始劫以来所认识的都是心行语言不断的啊，不断的在作用，而形成出我们认识的境界啊。所以呢，这里也等于是都是我们根境是三者合合在作用的状态嘛，才看得到什么境界啊。所以我们所凡是我们认识的境界都是我们的对象啊。所以平常说的诸法实相是以实相为我们所对的境界啊，那就等于我们平常认识的境界。那实际上我们因为还没到达那里，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去啊，真的还对不了的啊。就如同我们平常的认识来讲的话呢，就像我们说啊，认识扇子，何谓认识扇子？一定要有扇子的形状嘛，哈，扇子的，哎，我们看过扇子，我们是不是就哦知道？当我们讲到扇子，哎，扇子的样子是不是就容易现前呢？哎。那如果完全根本不知道扇子是什么的时候，它扇子的样子是不是就现前不了的啊？好，但是诸法实相，因为它不是有相的啊，它不是很具体的那个现象啊，所以它不是有相，但是呢，亦非有无相，难也难在这里，既不是有相，也非无相，哎。那是超出一般平常认识的境界，也就是它是透过啊中道不二所呈现出来的境界，透过我们相对的现象里头呢，用因缘法去打破啊，用因缘法去打破相对的现象，然后在因缘法当中呢，呈现出平等相。啊，相对的两边呢，形成哈，啊，会相对出平等的那个现象，叫做诸法实相啊。所以呢，故云呢为正方知啊，一定要到达那个境界，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啊。那所以呢，当我们到达的时候，体悟到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行语言呢，其实都是啊阶段的状态。那我们平常人不说话也容易，不思想也有可能啦，啊，不说话就是静静的，没有不用语言。但是虽然不说话，其实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还是会起心动念啊？哎，其实也还有啊，要到不思想是比较难，但是不是没有经验哦？
比方像睡啊，睡觉无梦，或者升到无想天啊。那我们要进入无想定是不容易。如果比方，因为我们在天界是不是还是凡夫的境界啊？啊，如果是在无想天呢，它也是啊，也是不想的。但是这个不是实相，虽然它也不想，但是这个不叫做实相哦，并不是说不想就实相就现前。其实我们说实相的现前，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在于什么？智慧。因缘法的平等性所现出来的平等相啊，那这才是一个很大的关键。那平等到无法用语言来呈现，也无法用思想来呈现啊，是言语道断，思想也断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说体悟实相者不是什么都不晓得啊，其实又是清楚明白的。圣者他当然是自觉自证的，他绝对是一定是清楚明白的。所以我们说越学佛学得对的话，爬得越高是不是看得越远，其实也看得很清楚，不会是糊涂的。如果是糊涂表示根本没到，是不是啊？越下面越糊涂嘛，越上面会越清楚啊。但是呢，这都还非我们心行言说的境界啊，我们习惯心行言说的境界，但是实相不是啊，并不是啊。好，那如何到达呢？那么修行者就是要先修什么？无我观，对不对？前面是不是讲无我观、离系论，然后才能够弃实相？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啊。无我观能够观成。啊，如何观成？是因为我执消除，无我才能够观成，也就是对自我的那个执着要越来越怎样，越低啊，越来越少啊，不是样样都以我为主啊，而这个慢慢的去降低对自我的那种执着。好，那么这里说无我观成呢，我执则除啊，也等于我执除的状态才是无我观的观成。但是呢还是有所观的境啊，有所观的境仍非实相啊。啊，也就是说它这个都还不是叫做实相哦。啊，当我们无我观成，那都还不是实相，因为还会有思想上的哦。好，就如同钻木取火，火啊，钻木取火还没有那个火还没出现之前，是不是先有温度，先有暖，之后呢火才出啊？那火一旦出呢，不但把这个能钻的木头给烧了，所钻的这个木头也怎样，也烧掉，也就是是用木头去钻木哦，啊，是以木头去钻木，不是用其他的工具哦，啊，是用木头去钻木。那能钻的木头也烧掉，因为火一旦起来的时候，能钻的木也烧，这个所钻的木是不是也烧啊？要能所双亡，有没有？哎，要能所双亡哦，哈。所以呢，所谓的不二，其实也是能所双亡，是不是？我们本来会有能所的对立啊，能所的对立要去消弭这样子的对立，是不是就是要升观因缘法的平等性啊？能与所是平等平等嘛啊，是因为因缘它本身就充满了平等性啊，所以要能所双亡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要体悟这个实相者来讲的话啊，我相除了无我呢，亦不现前呢。要我相也除，但是无我相，无我呢也不能现前，也就是说不能去执着无我。一旦执着了无我，就麻烦了啊！所以修行者呢，要把一切放下，突然啊，忽然间的开悟，即弃什么实相啊！所以呢，是要把一切放下的这一切呢，也就是心行语言道断，
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一直习惯用新型语言在认知这个世界嘛，就不是用我们一般的认知的方式了。忽然开悟而弃实相，那究竟什么叫做实相？佛陀不能说啊，这个没办法说了，因为本来就是语言道断的事情，只能用方便啊的方式来说出我们的错误，只能要去去除错误呢，我们才可能怎样实相现前，而不是告诉我们那个现象到底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循着啊，就说去找那个现象，不是去找那个现象。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个过程，有很多错误的部分是必须要放的啊，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我们的诸多错误，那个正确的现象自然现前，才叫做弃实相啊。所以用语言虽然不能说，但是在方便善巧方面也不能不用，对不对？还是在用啊，哦，所以这里说的无生无灭呢，来显示什么实相。我们只能去想象，我们世俗的现象是有生有灭，而达于那里是怎样不生不灭。那这个也还是语言呢，哦，都还没达到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么我们也可以去想象说，哦，生灭平等，平等的那个现象叫做实相。但是我们说这个也不是语言能够表达，这个都还是隔靴搔痒的哦，也等于说这个还没办法去说到那么样子的明白。好，那在过程当中，我们只能去想象哈，因为幻象当中是有生灭的。我们现在在世俗当中是不是都是幻象啊，都是一种幻象。我们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很实在啊，桌子椅子好像实在的存在那里。我们的实在会觉得，我们的实在呢，因为我们的定义不清楚，所谓的实实在在的真真实实的在那里是不变，才叫做真实的存在。而我们实际上是不是都在变啊，都是无常。所以呢，只要是无常都叫做幻象，并不是很虚妄才叫幻象。这个我们会觉得很实在的东西还是幻象哦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原生出来，是不是也会缘灭啊，一样会缘灭哦，是因为幻象所以会有生灭。那离了幻象是不是就无生灭啊？要离幻象，那么就是一种寂灭，要离幻象啊，哦，所以生灭灭矣，即灭为乐啊，要离什么幻象的生灭。幻象本身是不是有生灭啊？啊，幻象灭矣啊，生灭呢灭矣，即灭呢出现了啊，的本身呢是安乐的。所以这个即灭呢，也就是在形容什么离戏论的相啊，离了戏论相，并非有极灭相可得哦。不要以为说那个叫做极灭相，那又不大对。就如同佛陀为了怕我们执着我相，所以一直教我们无我，但是千万不要去执着什么叫做无我相，那是不是又错了？啊，那还是一种错误。所以呢，那个极灭啊。极灭相其实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平等平等之相，到底是怎么个平等法啊的那种样子呢？其实到了才知道，对不对？要证悟证才知的了，哦，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有极灭相可得，其实这个是不是都透过不可得才到达，反而是不可得不可得才上去。如果可得可得，我们是不是又往下掉往下掉，哦，好，所以这种极灭正如涅槃，所以我们讲说涅槃极净嘛，极灭涅槃极灭涅槃极净一样的哦，是因为这个涅槃是透过什么极灭而极灭了什么呢？幻象，离了幻象嘛，哦，它是一种出世间法的相，而我们就是一直习惯在世间法的幻象当中嘛。哦，好，所以我们纵然现在用语言来表达说，哦，极灭如涅槃，那么这个是不是还是善巧方便说啊？哎，因为语言是到达不了那里的
哦，到达不了的。哦，哦，所以这个其实透过语言文字是不是还是方便善巧，但是也不得不用哦。哦，如果要就近的说呢，那么应该讲说叫做即灭是涅槃。哦，那种即灭如涅槃跟即灭是涅槃比较肯定一点哈，会觉得好像是比较肯定，因为它好像画上了等号，如好像很相似了哈，相似还不等于了。哦，所以我们当我们真体悟到不生不灭的这种诸法实相呢，它就是一种涅槃的现象，涅槃。所以呢，这里说如啊。如涅槃是因为小圣学者所知，生灭是生灭，涅槃是涅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从相来想，从相来想，我们就说 A 就 A 不会是 B，B 就是 B 不会是 A 嘛，所以会认为 A 与 B 是什么对立的啊？生就是啊，生灭就是生灭，涅槃是涅槃呢、啊？这个是不是？生灭与涅槃怎样是相对的两个现象，所以小圣会想要怎样出离生死，心入涅槃，是不是有出有入啊？他是用出入的方式哦，啊，是用相来想，啊，而不知道一切法本性涅槃，因为小圣对法执的部分他是不处理的，小圣是不是只处理？所知障啊，不是烦恼障啊，我执，对不对？只要去破除萨迦耶见，就能够解脱。他不需要去观一切法空哦。前面是不是这么说的哈？关键会是在萨迦耶空、萨迦耶见的去除嘛。如果一直观一切法空而不知道萨迦耶见的啊的去除，是不是也是不得解脱啊？哎，所以关键是在萨迦耶见，所以以小圣来讲的话呢，他就不管这些一切法的本性涅槃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心量是比较小，他只求自己的什么解脱而已啊。好，那大圣呢，是不是就非常重一切法无自性空啊？因为大圣佛教是不是就用性空的一个实相印啊、哦？那么来表达所谓的。不生不灭，本来即灭，自性涅槃，这是不是圣者的境界啊？啊，这个我相信我们也逐渐熟悉了哈。纵然没，当然离那个还很远，但是我们起码啊，慢慢的熟悉哈。啊，跟小圣的学者所说的是不是不一样啊？啊，是有差距的，所以呢，就引其所知为例来说明所谓的即灭啊。那么所以呢，以小圣来讲的话呢，是即灭如涅槃，但是如果大圣呢，即灭是涅槃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即灭是涅槃是平等啊，即灭如涅槃呢，那么它会是比较以去除我执为主，因为在法执上它没有处理，所以它不等于，它也会不等于，但是它非常接近、哦、非常的接近，因为也等于说只要去证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呢，其实个人就可以获得解脱，就有机会获得解脱了哈。好，那这个当中呢啊，有疑问的哈，也就是说空中既说空不坏缘起啊，那当然实相呢它是不是也应该不爱缘起啊，缘起不爱实相，那为什么在体悟诸法实相的同时呢，一切幻相呢啊，一切相不现前，这里的一切相也就是在讲什么呢，幻相，因为那个是实相在现前嘛，对不对？体悟诸法实相的当下是不是就是实相在现前，而那个幻相是不是就消失掉啊？我们现在是一直在幻象当中，而根本就证不到实相的时候嘛，啊！但是呢，我们说那个时候一旦是实相现前的时候呢，这一切的幻象其实是不现前的，啊！那么似乎好像
有一点障碍的感觉了哈，因为所谓的缘起，缘起它其实可以有幻象的，就像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可以透过缘起看到这些现象，什么样的现象？缘生的相，缘灭的相，那是不是一种幻象啊？其实也是一种幻象，我们在世俗当中是不是呈现的都是一种幻象啊？那当实相现前的时候呢，那个幻象是不是就不现前了啊？好，那我们再继续看了哈。那么也有人说啊，空中呢说空虽好啊，但是不如说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来的圆满啊。会觉得诶，空跟有来说的话呢，好像就是应该平等了啊。但是呢，其实我们说光是讲说诶，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来说的话呢，应该说在平常我们这个时候啊，其实我们也可以说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哎，而不是在那个时候说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相有嘛，的当下是不是性空的？性空的当下而能呈现出什么相有来。不过性空的当下所呈现出来的相有必须是正世俗的相，而不是倒世俗的相，能不能呈现得出来啊？不行哦。所以前面也讲嘛，不依世俗地不得什么真实意，是在讲说在正世俗当中可以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哦。但是如果倒世俗，空不见得有，性空是充满一切啊，但是呢倒世俗的东西是呈现不出来的，这样懂吗？何谓倒世俗啊？哎，我们就在哎再回想一下哈，从根净世来说，根眼根上面的啊，我们眼根上面得了飞蚊症，我们看到明明有蚊子，实际上是不是没蚊子啊？哦，不因为性空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呈现出那个蚊子来，这样理解吗？哎，因为那是特殊状况，是因为我根上的坏才呈现的。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净啊？那个看到的那个筷子放到杯子里面折成两半，实际上没有啊，那个是不是也是倒世俗？哎，并不是真的有那个什么那个折子。就是说拿出来筷子并不是长那个样子了，对不对？就像倒影也是啊，哦，倒影也是，天上有一个月亮，倒影里头是不是还有一个月亮啊？那个月亮也是呈现不出来哦，哦，只是看得到，而它是倒世俗的哦。比较麻烦的会是什么？事上面的意识上错误的认知哦，尤其在修行上面，其实有各种宗教，那光是佛教有各种宗派，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修行方式啊？那这个就得要自己去分辨了啊。有一些呢并不是正确的，一旦不正确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就会变成所谓的什么倒世俗哦，也一样是倒世俗呢哦。好，所以呢这里讲的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来讲的话，其实是我们现在可以如此的去体悟，而且是在正世俗的状态。那么在呈现出来的时候的那种实相的现前哈，倒是呢，它会有它的啊更严格的一个啊定义了啊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里我们再继续看哈，依空中来讲的话，是因为有波瑞智才能够悟得什么这个毕竟空啊，在一切幻象呢不现前啊。其实也就是说是透过波瑞智慧的性空而呈现出什么相空来的，而呈现出相空。
那如果一旦有幻象的认识的话，那么就是会呈现出什么语言的相，一旦是语言的相，那实相是不是就现前不了了？其实他这个在第一个阶段那个实相的现前呢，其实幻象是不现的。到慢慢的，我们说要到幻象跟实相要能够平等平等，那是不是已经五帝了？五帝以上了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只有实相的现前，而怎样幻象不现的，幻象不现哦。而我们在这个以下是不是一直在幻象啊？因为一旦有幻象是到不了这里的了，所以他要先有实相的现前，而到了五帝之后呢，这个实相其实因为它非常的少，它的量很少，所以我们常说它不过就像一道曙光，那曙光的量是不是很少啊？而且它是穿过了云啊，乌云密布嘛。到慢慢的，因为它这个实相又会怎样，又会消失掉，也不是说消失了哈，就是说它是我们的幻象，应该这么讲。我们在这里其实是充满了幻象，何谓幻象呢？就是缘生缘灭，缘灭缘生，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？是不断的在变化的这种无常相叫做什么幻象？而这个时候呢，好不容易某一个部分啊，正好是我们能够怎样，能够去控制它，是因为是怎么控制呢？透过智慧以外，还要有定去扶住它。在扶住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好不容易出现一点什么实相，而我们这个时候正好集中在看这个地方，其实这个幻象依然是存在的，只不过我们集中在这里，然后慢慢的实相会越来越多，幻象越来越少，到五帝的时候呢，它实相跟幻象会平等平等，这个时候才终于平等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相互消长啊，这样理解吗？它还是相依相成的，它这之间是不是还是互通的？其实它还是互通的了。所以当实相现前的时候，其实幻象呢是暂时不起作用，暂时不起作用。不是实相去妨碍了这个幻象啊，而是我们去，其实等于是他用定境去怎样去把它扶住。是去扶助他才有机会现前，而我们的那个注意力正好都在那个实相上头，其实是在实相上面的，好，那么所以在第171页倒数第三行，所以说悟实相的时候呢，一切幻象不现前，那么是不是空会破坏这个缘起？它不是破坏，其实是一种什么调伏，扶住它，不是去破坏。因为一旦不去扶住它的话，它一直在我们的那个自性妄执那个具生我执啊，第七意识的具生我执一直在作用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永远都在幻象中，也不得不去扶住它，让实相有机会怎样现前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缘起跟实相其实它本不相爱的了，它是不相爱，不是实相出现的时候去爱了幻象，是我们透过修定的方式去把它扶住，它才有机会现前。
因为它的量是这么的微少的，所以是需要在这个也是有功用恨哦，啊，有功用恨哦，啊，所以他其实还是不相爱的，不相爱，啊，那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好不容易能够去扶住他的时候才终于现前呢，是我们自己去怎样去扶啊，去扶住他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说修行即要在缘起法上去悟什么自性的不可得，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性空，是不是还是透过缘起性空啊？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则啊！啊，所以呢，菩萨修行的这个方便善巧来讲的话，啊，导师这里就讲到哦，可以先集中一切力量来观诸法无自性。而缘起不爱空心，哦，诸法是不是无自性呢？诸法一切是不是都是性空的？哦，那性空它，哦，就是说缘起它是不爱性空，而性空是不是也不爱缘起啊？性空空哈，缘起性空它是不相爱的了，它是不相爱，哦，但是我们要先集中力量来先观什么性空，性空它不会爱缘起，哦，那缘起也不会去爱性空。第172页第一段，再进一步集中力量去遣除自性，去突破自性，来让什么幻象亦不现前，而不是去破坏了幻象，哦，是让幻象不现前，有没有？实相是不是才有机会现前啊？遣除自性嘛，突破自性，让自性妄执能够获得什么？获得调伏，用定去把它扶住，让它不起作用，幻象才能够怎样不现前，而不是把幻象给破坏掉。幻象其实当那个定力过去的时候，幻象是不是依然现起啊？幻象并没有被破坏哦。啊，所以我们对幻象的认识来讲的话，只是世俗的名言事而已了。我们的种子里头是不是有名言种子啊？哎，其实我们说，哎，这个名言哈，来叙说世俗的种种现象，也只能叙说世俗的现象。其实我们说实相是没办法叙说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这里就讲到说，观诸法自性空，究竟不可得，是圣意慧啊。因为这种智慧现前的时候呢，那么则无什么幻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根本无分别智，因为它是根本无分别智的现前的时候，自然就不会有幻象，也自然不会有幻象，不是去破坏它。而是去让它呢先不起作用，哦，所以这里讲嘛，并非破坏哦，这是透过调伏的方式了，暂时让它不起作用了。幻象是不是依然存在的？其实是依然存在，而且那个幻象出现的几率还大得不得了，所以我们说那个时候的实相是不是它的量很少啊？哎，其实是量很少，哦，所以最后菩萨是从空出假，再见一切法如幻如化。哦，从空出假呢，那么在第90页哈也曾经讲过，我们翻到前面的第90页。第90页的倒数第二行，啊，大圣说初地菩萨悟一切皆空，有没有？之后呢，从空出假的这个假就是幻象，空是不是就是实相啊？空其实就是实相啊，从空当中其实也还是会有幻象的出现，
叫做从空出假，初地以上从空出假，但是到五地空假同观啊，其实也就是真俗无碍，平等平等。到八地呢，即空即假，任运见中道啊。八地以上是不是就无功用地了？也叫做即空即假啊。我们刚刚讲的，哎，凡夫地上我们也是用即空即假的想象，但是八地以上是验证，它不费吹灰之力。空跟假呢是任运自然的，是无功用地的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哈，阿弥陀佛。